电单车嘢买啊，有头盔啦，有尾箱啦，乜嘢都有。复古羊真系好受骑士欢迎，尤其是系呢一部而家系非常之热卖嘅哈佛 Cappuccino。点解 Cappuccino 咁好买？因为佢除咗系入门车价之外，佢嘅粉蓝色车身配色都好吸引。我自己都好中意粉蓝色车身，仲可以配埋呢个粉蓝色头盔，佢隔篱仲有闪闪石噶。呢架车嘅车身仲好轻，连我都可以用到啊！而呢一款就是 Shark 嘅 Lano， 呢一款最啱一啲复古车大。你睇下佢嘅颜色，粉蓝色、粉红色几靓，相信女士又最啱啦。而我都好中意，隔篱仲有一个闪石，好有少女感啊！好多人都知道安定是 GV 的代理，你看这里有过百款的车尾箱可以选择啊！他们最近引入了最新款的 ADV 系列，不如就等阿杰和大家介绍下 ADV 有什么特别啦。今次我们 GV 分了七个不同型号的尾箱，包括32L 装、42L 装和43L 装。这个是 ADV 入面最受欢迎的43型号尾箱，它箱仔小小，但其实装到两个头盔的。另外咧 ，E43 尾箱咁佢分为普通版同 ADV 版 ，ADV 版咧亦都系会有一啲增强嘅功能，包括咗个双顶网啦、靠背啦，同埋都系一个可换式嘅内置噶。32L 装嘅尾箱咧，我哋分开咗三个 model 啊，包括有 B32N 啦，同 B32NB。咁另外咧 ，B32N 咧亦都出咗只 ADV 版 ，ADV 版咧就会送埋个双顶网啦。靠背啦，同埋可以換嘅內墊，咁佢嘅儲物空間咧，比以前嘅32L裝嘅尾箱咧，都會有進步嘅空間噶。好多人都話嚟到安定冇乜頭盔揀，淨係得 GV 頭盔，但大家睇而家呢度幾多可以選擇？今次主要同大家介紹就係呢一款全新嘅 Shark City Cruiser 同埋 Evo Jack。呢个是 Evo Jack 的揭面头盔，它的视觉效果多了 50% 咧，就喺呢个位置至到呢个位啊。视野亦都比一般的揭面头盔好。内置设有太阳眼镜，亦都设有眼镜槽，方便戴眼镜的骑士。呢款 Shark 的 Evo Jack 咧，提供了下巴的额外保护，就是呢个位啊。而普通的头盔咧就冇咗噶啦。而 City Cruiser 就是一顶开面帽，它呢个位置比一般的开面帽头盔长。可以能夠好好保護到下巴。City Cruiser 同 Evo Jet 咧，佢都係通過咗 ECE 認證。太陽眼鏡撥杆側喺左邊嘅耳蓋嗰邊。一望到呢個牌子，我就諗起馬昆斯啦。嗯，馬昆斯喺度啊！上次介紹完 Canon 嘅機油，今次我哋就講下 Repsol 啦。呢度有齊香港最常用度數嘅機油。綿羊、跑車、街車都可以用到噶。做咗會員之後，就可以用半價換購 Repsol 嘅機油。除咗機油，仲有鏈油同埋引擎清潔劑都係半價噶。呢架係 Honda MotoGP 嘅廠車，大家見唔見到個 logo 啊？唔係 GV 啊，隔離嗰個啊 ，Senna。呢個係電單車藍牙中嘅名牌，好多人都用緊呢只牌子噶，通話質素絕對有保證。今次咧 ，Senna， 我哋喺2022年頭咧翻一隻親民版嘅新 model， 佢就係 5S 高性價比嘅對講耳機，佢可以輕易咁樣同其他牌子嘅耳機對講啦，亦都有 FM 收音機功能、音樂分享同埋先進噪音控制。呢一個耳機仲有一個再帶旋轉式按鈕，佢可以攞嚟調校大細聲，同埋喺接收電話方面亦都控制得非常方便。这个耳机还可以在 App 入面调校高低中平衡四个音，它还包埋这个立体声的喇叭，还有这个棍咪，还有这个线咪可以选择。它还有一个快插功能，方便充电，不用拎着头盔都做到的。这款是台湾的 Eventech 手套，用了真皮制造，十分之柔软，它前面这个手指还可以按到电话的。而呢一款就是赛车款式，它前面有一个碳纤板，呢一款就是弹性布料，最啱秋天或者夏天戴的啦。呢度有齐晒电单车的周边用品，如果想用优惠的价钱购买产品，就不要错过另一条短片啦。
条拎喺上面。